这是自然法。啊，自然法的下骹搁一个法律是啥？万国公法。万国公法是啥物物件？这是伫1860几年的时阵啊，迄阵拄啊开始是迄个法国人写，后尾啊这个代志呢，和这个美国一个啊做这个有关国际法的部分啊，伊是甲写做万国公法。万国公法伫1836几年、1836年的时阵啊，清朝呢将这个万国公法翻译做汉文。万一当日本将万国公法哈翻译做日文，因为因感觉讲哦，迄当阵西方哦，会当讲这个势力真强，因为迄当阵西方哦，迄、那个海洋的这个文化非常强，拢伫这个中国啊，伫这个日本啊去侵略，啊为着要抵抗伊这个侵略啊，所以大清的皇帝啊下令讲叫人啊去研究这个万国公法。日本啊嘛是赶快去研究万国公法，后尾啊日本有一个人真有名，叫做坂本龙马。坂本龙马，萨卡摩多六马，伊呢，伊真可惜，伊37岁伊就过身去啊。坂本龙马就是提倡爱实施万国公法，比清朝慢一档。清朝因为实施万国公法，伊就食到好处呢，因为伊利用伊万国公法。将迄个普鲁士啊，就是德国迄阵以前的名叫做普鲁士哈，这个国家呢，伫迄个啊做闽江口啊，伊这个军舰吼、啊，去甲弄迄个啊做清朝的迄个商船呐、啊，啊，即摆清朝即摆迄个时阵船去互你弄掉，啊，要安怎？啊，清朝就出面叫伊赔啊，啊，你要赔爱有啥物法律？唔是用你清朝的法律呢？爱用啥物万国公法？所以。清朝就用万国公法，甲这个普鲁士啊，就是德国吼、啊、来计较，计较的结果呢，伊赢呢，所以这个啊做德国人吼、啊、赔钱吼、啊、这个清朝，所以这个代志呢，伫清朝伫日本拢发现讲，哦，万国公法这尼啊有路用，所以日本的迄当阵版本龙马叫这个明治啊提倡这个万国公法，所以整个日本的。这个啊，做这个迄个幕府啊，开始遵从万国公法，变作一个明治维新啊，一切拢种西化。你想看卖啊？今日你清朝你用万国公法，你给迄个普鲁士来赔你钱，同款啊！你即马将台湾来挂吼，这个啊做日本已经挂出来啊，全部迄、那个英文啊是 full sovereignty， 英语讲 full sovereignty。你知影吼？伫迄个时阵啊，1895年迄个时阵啊 ，sovereignty 以汉文来滴啊，不是叫做主权，伊不要翻译讲主权，所以主权这两字的汉字啊，伫迄个时阵没有。迄当伊干那也要翻译做啥？管理权、管理权呐、啊。所以伫这个马关条约汉文来滴一下管理权，啊，写管理权嘛对啦，因为啥那个？迄个时阵的清朝敢有专台湾的迄个主权没有？因为清朝刚才有台湾的西边，就是这个西海岸汉人的6个屯垦区，刚才这个部分的管理权，后山的部分、原住民的部分啊，拢唔是伊的土地呢。所以因为安尼关系，伊才将这个清朝啊，将这个啊做规个台湾啊，挂好这个日本啊，原住民跳起来呢。原住民讲，我这个土地也唔是你清朝，啊，你来将我挂好别人。所以1895年开始哈，这个原住民对日本人的反抗哦，其实讲非常激烈。你知影原住民原来有偌济人？120万呐，即马剩偌济？46万，愈来愈少，叫台啊！好啊，有诶原住民啊，那伊无想要做原住民，甲汉人结婚了，伊家己感觉讲啊，我不爱做原住民，而且原住民会向笑啊，啊，种原住民。哦，伊讲迄以前的台湾人讲叫番呐，日本时代嘛甲叫番呐，啊，敢若人青番，真歹听嘛，所以后尾啊变做原住民。但是我即摆是讲，咱若民进会时阵哦，这个原住民哦，要甲改做原住民，原住民呐、啊，主人的主啦，伊是原来的主人啊，原住民安尼较公道啦。啊，这个山区的部分哦，土地啊，实在讲爱行哦，原住民啦、啊。啊，台湾人已经有够好嘢哦，遐山吼，诶，土地应该真真正正爱给原住民去处理才对啦。安尼时阵呢，原住民哦，46万人哦，台湾就是规个台湾那个起因嘛，无够对啦。
啊，更何况呢，你坦白讲，你台湾人哦，你要爬山你袂赢伊啦，因足够战争的呢，高沙族啊，日本莫去惊着呢。迄、那个日本的册内底，你甲看以前日本人所写的册内底，因对原住民非常的尊敬，佮非常的害怕呢。迄日本的迄个警察哦，有写一本册，我有看，因暗时起来吼、哦，伫迄个森林的迄个警察出来吼、哦，迄棒球皮皮抓呢，安怎讲呢？伊安尼棒球吼，迄、那个风安尼才伸过吼，伊感觉讲伊的头吼、哦，敢那秘书无得咧，因为原住民真厉害，伊那写字都。啊、所以呢，迄个时阵吼、哦，原住民坦白讲吼，对这个啊日本吼、哦，迄、那个威胁力真大。但日本吼、哦，发现讲害啦，1895年拄啊入来台湾的时阵，这原住民不爱听日本人的话，所以日本人为着这样、哦、去开一个国际会议。这个国际会议啊、哦，是1905年开的啦。1905年开的时阵吼、哦，日本政府啊特别叫一个李先德。这个人是啥？是美国人，但是伊伫澳门伫做澳门的领事啦，叫伊来开会，开一个国际会议来讨论讲，这原住民是不是有主权？啊，即马来伫讨论，因为这个美国因这个人，美国这个李先德这个人哦，因为迄当初美国有迄个印第安人啦，印第安人因为美国有解。他们讲，唔讲甲消灭啦，但是这无去，未甲差不多去啊。啊，伊讲伊利用这个印第安人来讨论讲台湾的原住民有迄个主权啊无？讨论的结果呢，讲无主权。啥来无主权？因为所谓主权的意思讲，这块土地你要完全控制，同时你要有一个政府来提这个主权。啊，原住民无主权啊，因为原住民呢，吃一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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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无一个统一的国家，诶，你卖讲原住民无呢？咱台湾人嘛无呢？400年来，台湾唔捌有建立家己的政府呢。咱在座各位啊，咱是算头一摆呢。400年来，头一摆要建立咱家己台湾的主权，啥物人甲恁帮忙？美国人要甲恁帮忙。美国人哪会当甲咱帮忙？因为战争时咱战输伊嘛。哦，我战输你，我甘愿啊。啊，你即摆拄我开始，你也听伊的啊。我甲你讲。你袂使啊！我希望讲你会当照阮的制度，哎、啊、呀，制度嘛袂偌歹啊！即摆看起来，全世界内底，即、這个美国三权分立很好啊。总是比中华民国奥塞贝五权分立，全世界嘛无咧五权分立的。真真正正来讲，全世界看起来，即、這个三权分立真好啊！美国看你照阮安尼就好啊！啊，所以咱伫即个时阵，咱要听美国伊的指挥。所以他拄啊，当然陈海模吼，啊、有真正侪伊唔知影啦。啊，我嘛较不爱甲伊讲，是讲伊年纪较大，啊年纪较大，有阵甲讲这有听无啦，啊所以伊若讲啊，即马进度较对，我都较对。但是，咱开始伫创这个工会的时阵啊，伫2005年，诶，这个7月20日，伫美国甲顶一天报纸足大片的，伫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专版的，开9万几块美金，靠开9万几块美金哦，掏一笔钱，啥物人出来？单开模出30万，9万块，去当中算算的时候，一元是30几块呢，200几万，差不多要30万呢。单开模头一个伊就出来，伊讲你这个对，哦，这个对，你也得做。啊，这是陈凯模，所以为迄个时阵到即卖为止，伊合我真好。啊，出来的时阵，我第一本册出来的时阵，伊嘛当外面打电话吴淑珍啊，甲吴淑珍讲，哦，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台湾有救啊！哦，你讲你叫总统哦，这本书一定要看。啊，伊当阵啊做，陈水扁啊，去伫迄个外国去访问啊。所以伫这边吼、哦，阿扁啊去抓入2年以后吼、哦，我去甲看。阿扁啊，讲甲我讲哦，哎呦，你若不爱较早写嘞，你若较早写，我就袂安尼。我唔好甲讲，哎、欸，人陈凯模伫外面打电话吴淑珍呢。老早我找到送去伫恁家啊呢，你无去看呢，所以到落尾伊本来要写迄个台湾地位，你唔知记啦，迄、那个陈水扁在第三本讲要写台湾地位，落尾啊我从咱所写即个册，我所写三本好呀，看看伊全唔敢写，伊全台湾地位一本册无写，啥无写，咱写会对啊，所以落尾啊呢阿扁啊含我迄当去告美国的时阵啊，是安那阿扁啊完全相信，伊讲你即个讲了对。
所以阿扁才完全信赖我。啊，然后我就拜托律师再来告票，因为即摆若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的时阵，伊阿扁啊等于伊的身份就是美国总统的延续啊，代理嘛。啊，你代理的人，你现主席的总统会当甲伊判刑无？未使哩啊！你若要办阿扁爱安怎？爱将阿扁甲伊带去美国，再来甲判刑。因为你若美国军事政府占领，虽然你中华民国代理美国来占领台湾，但是你这占领的时阵，你这个主指挥官就是总统啊，一定爱是美国才会使。啊，所以阿扁啊，你袂当甲判刑。所以伫这个去年的八月份啊，美国的 CIA 甲迄个国家安全会议代表有来甲我讲，伊讲你甲阿扁啊讲，你甲伊讲叫伊钱卖回转来，我美国负责将因专家拢甲伊载去美国。啊，即摆问题来了，因为现在我是捌看过阿扁看两摆，啊，要第三摆要看，伫面会的时阵拢录音呢，啊，迄头前阁有一个玻璃啊，我无法度，我所以我甲迄个陈志忠讲啊，因后生啊，我甲陈志忠讲的时阵，陈志忠边啊嘛要阁有一挂人，遐人拢要选举啊，啊，所以遐人就甲反对啊，反对讲啊，免啦，啊，最后你来算啦，你连稳掉，我嘛知伊稳掉。啊！你落落去算，你就稳掉的。啊你！你的钱哦，应该要甲回转的。人讲钱呐，回到转来的时候，恁老爸都要甲你放。但是其实国家安，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就甲我讲，用拢总回转来钱嘛别，钱嘛迄个阿扁也嘛别放。我都将这话原原本本拢甲阿扁啊，甲陈志忠讲。所以一个八月份讲了，哎、欸，卖讲还阁袂要紧，那讲了再全钱拢回七八月转来。啊，即马七八月会会啊，啊，最近去后悔啊，啊，接过来，甲迄个人叫人来甲我讲啊，讲哎，这当帮忙无？我即马是要哪帮忙？你钱会当表表示啥物代志？证据确凿啊，啊，无你来回钱要创啥？所以阿扁啊，即马会关偌久？坦白讲哦，我即马搞不清楚啦。但是确实，人美国伊有做哦。这个中间内底，去年八月份到即马为止，美国嘛派三个检察官来台湾。迄当阵，咱即个报纸嘛敢若有写。迄阵就伫讨论这个工作。好，问题来了。阿扁啊，即马一心拢伫想啥？蔡英文会当当选总统啊？蔡英文我都当选无？我甲各位讲，绝对无法度。输偌济？蔡英文家己嘛讲啊，100到150万啊，你会感觉真奇怪对不对？我讲给你听，迄、那个五都选举的时阵，民进党讲伊赢，国民党赢几十万，40万对不对？是不是？你有看这个报纸嘛？40万嘛？尤秋兴摕几票？415000票。杨秋兴迄当即个选的时阵，伊这415000票，其中的70%甲80%拢是拿军转号的。所以即个拿军后摆会敢会转号杨秋兴，会转号民进党未？杀扣掉30万啊！所以40万扣30万，剩10万啊！啊，这10万就是等于啥？新党甲即个青年党七席内底剩了超10几万。所以五都的选举啊，阿扁啊总统。啊！不，这个民进党啊，无赢啦。啊，来，伊无赢，咱来看遐无选举的，桃园、新竹、苗栗、彰化、南投、云林、嘉义、甲屏东，这是什么人较强？哪军较强？你知影哦，即摆人选的较对吼，因遐哪军为海外遐人，拢总会转来台湾登票呢。要赢伊就未赢，啊未赢那要选。我个人的看，这是民进党伊为着要得到迄个一票的30块啦，一票30块，伊不管伊摕几票啊，几百万啊，200万、300万啊，一票30块，搁几亿个。啊，即马几亿啊，摕到咧地咧家己落地啊，但是艰苦是啥物啦？是台湾人艰苦。问题是遮啦。所以我常咧讲咧吼，中国国民党真苦，咱拢知影，因为中国国民党，敢若看头前迄两字叫啥？中国嘛，你大家看就知影嘛。你搁较白痴，你看嘛知影中国，你绝对袂去转互伊啦。
民进党你会转给伊，转会袂转给伊？你看卖啊！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叫啥？伊讲咱的国名叫做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不是？我请问你咧，你到底中华民国是不是中国？百分之百是中国。是中国国民党甲中华民国民进党两边拢是中国啊！你选这哪有啥物意义？阿扁啊，有良心咩？伊落尾又讲呢，伊讲我甲落尾我知影，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你想看咩？我伫中华民国的宪法内底宣誓，宣誓讲我要做中华民国的总统，全世界无一种的法律讲会当消灭家己的啦，哪有可能？所以阿扁啊，伊做甲足济努力，伊甚至讲要宣布独立。我会当甲你讲哦，阿扁啊，要落台进前啊，有一阵啊，伊确确实实，伊有孝想讲要直接甲宣布独立，因为遮日独派的人甲伊讲哦，你宣布独立就对，就过啊啦。美国甲你讲哦，你若要独立，代表战争哦，台独代表战争哦。这个、战争是啥物意思？唔是中国要拍台湾呢？是美国要甲你拍呢？安怎讲？台湾是我的占领地啊！你若造反，你就反我美国啊！我当然要甲你拍、啊。这甲二二八同款啊！拄啊开始的时阵，二二八，遐人去试去请愿啊！遐人哦，去遐做高雄的秀山去请愿，去对请愿，伊甲你动作，这个包括请愿动作啊，拢是表示不顺从、无顺从啊！你无顺从占领。占领国的时阵哦，伊自然用战争法也当甲你抬呢。所以台湾人真正是踢到铁棒呢，吃了哑巴亏呢。所以咱过去因为无去研究这战争，咱唔知啊。咱即摆研究了，咱真清楚啊呢。所以咱因为真清楚，咱就到内底去找空找棒，找啥？找空找棒，要找啥？美国对台湾到底是要安怎？我跟你讲，台湾会去予中国摕去，百分之百听清楚，不是99%啦，百分之百未去予中国摕去，我跟你保证，绝对未摕去。所以，但是美国即马吼，伊嘛知影，伊即马甲咱讲吼，顶多甲咱要求讲，无你嘛甲我配合一下，要变哪配合，你也甲我讲啊，咱上台甲告啊嘛，告了伊甲你判三个嘛，判讲台湾人无国籍，台湾人无国籍成立的即个政府。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你知影呢？美国国务院分作两派呢，一派支持中华民国，一派支持咱本土台湾。所以我伫这个长的时阵，我有甲各位讲过，旧金山和平条约、上海公报讲的台湾是 The People of Taiwan， 上海这个台湾关系法讲 The People on Taiwan， 其实 The People on Taiwan 啊，这个是真优秀呢。两个人翻译起来拢是叫做台湾人。啊！但是后壁这个台湾人啊，那个台湾关系的这个台湾人是包括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啊，我问你咧，人拢要公道，你想看卖啊？两种人伫台湾要公道，有可能无？绝对无可能嘛，啊不是？查甫甲查某，男来讲，啊你来公道，你要讲查甫的代志，啊你讲结果是查甫甲查某拢男做，中国人甲本土台湾人男做的要来公道。迄款公道讲有准，全世界嘛知影迄款未准，所以美国讲你若要公道，爱安怎？台湾关系法，这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啊，爱实施，实施以后将台湾人甲中国人拆开，安尼你来公道嘛？美国人是讲头脑真好啦，啊，美国伊会惊你呢？安怎惊？伊讲你台湾人讲安尼，啊，你台湾人会变啊未？歹讲呢？台湾人会变无？歹讲咧，你有听到陈凯模咧讲无？伊日本时代有当个有诶人是要改名改做日本人，日本诶名。啊，有诶讲我不爱改，但是是安怎？因为有真侪人确确实实伊诶祖先是为中国来，伊头脑内底还阁认为讲大中国主义，我是中国人。毋是讲咱在座安尼想法，大家拢思想拢一模一样咧，无一定咧。所以美国会惊，所以美国甲我讲啊，伊讲来论述你写。我未当入阁，你爱去换迄个国安参谋联席会议即个执行长即个位，是安怎？因为换即个位啊，你即个论述爱甲坚持落去。你若坚持即个论述，我美国嘛愿意配合你的论述，照咱所讲的这条路，互咱台湾来自治，以后再来建国。
啊，这个主题就是讲台湾爱予伊转去日本的，诶，这个啊做支迄个 Commonwealth 联邦邦联。啊，这个变成邦联，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啊，迄个波茨坦宣言啊，已经讲日本建后，干那要予伊四个岛尔尔，听好清楚呢，要予伊四个岛啊，含琉球都不爱承认呢。落尾啊，1970年的时阵啊，这个做琉球落尾才承认迄个日本，因为经过谈判，不是公投呢，不是公投讲哦，你这琉球的人要等于日本嘛，无。是经过谈暗信界，经过谈判的结论安那，美国讲好，我行你。啊，即摆要行哦，日本的时阵哦，但是附带条件，两个第一，叫日本爱付$320,000，因为伊讲我伫即个奥克纳湾，我开足侪钱，3亿2000万。迄3亿2000万，你即摆听起来即个概念是多呢？日本人为着即个战争啊，落尾行哦，迄、那个。赔偿哦，这个韩国的诶，这个金钱啊，不到3亿2000万，为着 Okinawa 赔了3亿2000万。啊，都第二个，就是迄个普天间基地啊，爱租予美国99年，搁再99年。啊，日本首先讲安尼嘛好啊，啊，所以我可能我问你咧，钓鱼台先卡去送诶，有问题来啊，先卡去送诶。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外交官。一个专员打电话给我，啊叫我去，啊请我吃饭，啊叫我去，我去两间，啊我请我吃饭。当迄吃饭是伫迄个因个餐厅食个啦吼。我上头嘛惊咧，你去甲头要甲头好死。啊，即要吃饭个时候，我看你好在餐厅嘛吼。啊，伊人硬生，我则硬生咧。啊，就无代志吼。啊，伊甲我问啊，伊讲会啉啥？我知影吼，我讲伊讲吼，我知影吼，你对台湾即个。地位哦有研究，啊，这个先卡住哦，这个钓鱼台上的，我讲啊，你什么人叫你来甲我问诶？伊讲上面，啊，我相信上面就是因的部长嘛。啊，我甲安那个回答你知不知？我讲先卡去上的，你知无？我甲伊讲哦，我讲你要听清楚哦，我要分过两句话来讲哦。啊，你们刚听头前迄句话，你就要决定哦。我讲先卡去钓鱼台是台湾的。但是台湾是日本的，安尼先卡去上的，日本的。谁人讲先卡去日本的？我甲你讲法律，互你听。伫1895年的1月份，1895年哈、哦、1月份呐、啊，就是马关条约要签的以前1月份呐、啊，日本呐、啊、无代无志，甲宣布讲钓鱼台是归属于日本的领土。清朝就跳出来讲，第二个月伊就跳出来讲，用稍等嘞，钓鱼台唔是你的，是我的，是我大清帝国的。我当时以前我都有人去啊，安怎讲一波啦。然后，到4月份签迄个马关条约的时阵啊，第二条伊讲啥？伊讲台湾和台湾的附属岛屿，拢通挂号。日本，问题就来了呢。这个所谓附属岛屿，琉球，这个钓鱼台是台湾的附属岛屿。这个部分挂号日本，你也看哦，钓鱼台离开台湾多远？340公里，340公里钓鱼台，离开迄个宜兰呐、啊。啊，即摆台湾的正边。花莲啊，边啊有一个叫做与那国岛。与那国岛离开台湾偌远？110公里。与那国岛上的日本的，离开台湾较近的是日本的，离开台湾较远的竟然是台湾的。迄是安怎？迄就是因为马关条约将这个钓鱼台来附伫台湾内底挂予日本，所以挂予日本以后，伫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钓鱼台和美国人和琉球规个拢甲兴和日本，因为钓鱼台属台湾的，这是迄、那个迄当初的总督府内底公布啊，第12号公报里底嘛在有写，因为迄当时有捕鱼的纠纷呐、啊，捕鱼的纠纷哦，
伫迄个日本的东京地方有判决。迄、那個、判决就是讲吼，钓鱼台是属台北州的，啊，这个问题应该由台北州去解决。啊，迄当阵的台北州是啥？是日本嘛，台湾是日本的嘛。所以日本人，我甲你讲，你推阿面呢，你莫用迄个1895年一月份你家己宣布，你应该要用马关条约内底的第二条讲。台湾甲钓鱼台当时是挂予日本的，用这个来去讲，你就会当讲会通。啊，所以即马咱已经研究到很仔细。我伫迄个长的时阵，我甲各位讲，台湾这块土地的主权属上的日本的啊，因为马关条约也好，旧金山和平条约也好，真清楚呢。法律内底是讲天皇对天皇呢。啊，你旧金山和平条约是政府对政府呢，物件是我的，我天皇的。啊，这个日本这个国家是啥？伊是天皇为主呢，就是天皇定着这块碑啊，啊，伊的使用权我交予政府，予政府去处理。啊，即马政府伫旧金山和平条约讲你放弃。但是这个所有权的人有放弃无？没有放弃啊！所以罗贝尔美国跟人讲，伊讲这张王牌，阮到最后要拍出来。我估计伊这张王牌会明年会中旬也拍这张王牌。叫旧金山和平条约，叫迄个马关条约，内底写甲真清楚。台湾上的你家己去看，白纸黑字啊，什么人我都变，拢我都变。所以中国推阿面啊！伊甲台湾吼，所以落尾我咱发展这个战争法以后，咧讲台湾的这个地位啊，我听你讲，我讲你甲看，中国会对台湾会愈来愈好，会铺红地毯，予台湾人去行。伊即摆用啥？用统战的，用甲你恶势，予你对台对这个也做，迄个中国有好印象，放一挂里头予你。啊，即摆一挂台湾人推阿面呢？就讲有安尼好啊，啥物人管嘛同款啊。但是呢，我甲你讲哦，美国敢无法度稳准讲台湾去交予中国，无可能。伊敢若这两条条约甲提出来，你中国就恼羞啊。啊，所以咱台湾爱真注意，就讲你即马若去主张讲台湾要交予中国的，还是讲台湾是中国的，这个人会去用做记号啊。这做记号是啥物意思？美国对海外领土有这条条约的，就是讲，你若对这个土地无效忠的时阵啊，后摆这个身份证袂当分予你呢。哦，所以你也看哦，咱已经讲几波呢。我讲台湾的地位，你也讲这个主权，他都讲到这个日本，这个日本甲李先德啊来讲这个，伊讲原住民啊，迄、那个国际会议内底讲到真清楚，原住民啊，歹势，没有主权。无台湾这块土地主权，因为他没有建构，所以日本人自1905年开始用10年的时间，到1915年开始啊，为这个北边啊用军队，甲这个警察直直甲征服，征服啥？征服原住民。战争法内底啊，没有讲打赢打输啦，敢若有征服两字慷慨，征服。伊无爱用战赢战输，伫战争法内底无讲上战赢上战输啦，敢若讲征服。所以伊征服了着原住民了后啊，为台湾头甲台湾尾了后，日本正式建构台湾的主权。迄个时阵，这个主权就成立了。所以400年来，台湾这块土地主权无人建立，是日本人代先建立的。哦，所以即摆问题来，400年来，咱台湾若要建立家己的国家，咱即摆机会上最上好，就是讲美国甲你协助。咱是战败国，咱战败国，两个代志，第一，登去日本，但登去日本，波茨坦宣言讲不可以，阮有规定讲，你若讲予台湾甲日本联合起来哦，我甲你讲，这全世界拢惊你啦，因为日本人啊过去迄讲拍拼啊，甲台湾哦，哎，遮尔啊够吃苦吼，啊若予你联合起来，哎，这个世界不得了呢，所以美国也好，这个。东民国迄个时阵就一直咧想讲，未使予台湾甲朋友连起来，要求台湾、琉球甲日本人三个国叫连起来啊，不得了。所以日本虽然即卖日本人唔知道是因为
日本哦，伫即个啊做啊麦克阿瑟甲制定迄个宪法的时阵哦，内底第九条就改规定讲，你袂当征兵，你袂当发动战争。但是日本人你嘛感觉讲，有、哦、啊，你即摆甲规定安尼哦，啊我日本哦，发现讲日本的即、這个。要想要战争，还是讲要保护伊家己国家，愈来机会就愈少。所以后尾啊，即摆日本人开始，他拄啊，即个苏联上伊毛讲啊，日本人开始知影。因为我伫日本有甲出一本册，迄本册肯定发咧个了。即摆日本人开始知影讲，啊，原来台湾是阮个咧。但是我要讲即句话吼，你都爱知影咧，毋是讲我要将台湾来交予日本哦，咱是要利用日本。来和美国对抗，因为美国到今日为止，无要照国际规定对咱台湾的人权，予咱一个保障嘛。像我讲，你敢看琉球岛？琉球伫联合国脱管以后，交予美国脱管。琉球的人，迄个时阵要去日本，是1952年甲即个1970年的时阵，要去日本的时阵，爱安那？爱提啥？提护照？敢提啥物护照？不是日本护照，迄当阵日本诶琉球诶人是毋是日本人 ？No， 毋是日本人。迄当阵琉球诶人要摕护照是摕啥物护照？摕美国军事政府发诶护照。今日台湾诶地位甲琉球共款，所以咱即卖现出是伫今年诶5月27日顶个月尔，向美国开始甲国务院开始甲告啊，讲诶。我台湾人要甲琉球同款，我要摕你军事政府发的这个护照，无国籍的护照，你美国判决的嘛？啊，一方面咱向日本人讨，甲日本讲讲啥？讲你乃无代无事，将我诶日本的国籍甲摕掉诶，你袂当甲日本国籍摕掉。照迄个人权公约内底15条之一甲15条之二啊。全世界所有的人拢一定要有国籍，袂当无国籍。啊，所有的国家若要将你的国籍摕掉，拢不可以。我这有法律呢。啊，所以即摆吼，啊愈来愈趣味啦。啊，所以日本嘛头壳摸会烧啊。啊，你到底是咩？你要做我日本人？我讲 no， 我唔是要做你日本人。你要先将国籍还给我，啊，然后我家己决定讲我要做啥物人，应该是安尼啦。所以你唔通讲哦，啊听一半。所以我即摆在想讲哦。咱伫遮上过课以后吼，啊开始伫即个网站啊，伫即个 Facebook 啊，啊伫甲人笔战的时阵哦，你会足清楚，会了解即个论述。你若毋知影清楚的时阵哦，咱前两有甲你讲啊，恁是讲啊，台湾变做美国的51州啦。No， 我从来毋捌讲过51州，因为即个51州是绝对无可能的。但是呢，波多黎各关岛有可能无？有可能，因为。波多的一个甲关岛本来是殖民地，殖民地去予美国变成殖民地以后，因有可能经过百几年嘞，1899年甲即嘛超过100年，超过100年的管理以后要变作美国的一州，美国讲要予伊公道。其实这个消息我一年前啊，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就甲我讲过啊，伊讲就是讲今年内底啊，要予因公道，因为美国因感觉讲安尼唔对呢。要求你也免负担国防，我美国的负担，啊你也免做兵，啊你也免缴税，哎呦，安尼唔通啊！我美国吼负担太重啦，如果安尼，互你攻打，你若要独立，互你独立，啊你要建国，互你建国，你要安怎拢互你安怎，因为美国是要将这个包袱甲脱离，但是台湾呢，现主席咱要所要要求的是讲，你爱照战争法，你应该得到我台湾爱得到什么好处的，你爱好啊，啊这个好处是啥？国防你爱负担。万民交税，万民做兵，啊！所以我伫这个长武讲过啊，即马开始的中华民国的部队，伫去年的7月7日，甲今年的6月30日以前，伊的国军迄个 logo 啊，爱摕掉，因为国民有讲呢，伊讲恐怖分子三个条件啊，第一，恐怖分子唔是国家，中华民国敢是国家，是不是？唔是嘛，完全符合嘛。第二，你唔是国家，但是你有武器。中华民国有武器无？有啊，有吧？有啊，奈无？你美国你卖伊啊？美国唔是卖予台湾武器呢，是卖予中华民国，你要搞清楚呢。中华民国台湾拆开呢，你美国卖予中华民国武器，啊，中华民国有武器，你国务院嘛规定讲，啊，那唔是国家佫有武器，迄是恐怖组织啊，完全符合了。啊，所以完全符合，我问美国嘛，啊，无你咩处理啊？
啊，恐怖组织你要卖哦，给武器。所以我跟你讲啊，会卖武器哦，中华民国 ，no。我老早就知影，但是我唔敢讲啊。我若讲咧，个大家敢骂咧，讲啊，你起死啊，啊你武器啦，无卖给恁哦，哎，无给咱若无卖武器哦，啊，无法度来防备。哎，什么人爱来搞台湾？什么人？美国嘛，你都我差不多讲几下摆，你拢无咧听呢？有无？是美国爱去搞啊！所以我甲美国讲，等下你武器无哦，卖给中华民国，卖给中华民国，我台湾人咧立钱啦。你听有无？不是卖给台湾啦，啊，即爿拢甲你讲卖给台湾，啊，大家讲有一个荣誉感，哦，阮有买武器来咧防卫家己，笑诶！美国卖给中华民国，台湾人去出钱，哪有迄个道理？我本来唔免出钱啊。对不对？所以讲，你美国要防卫台湾，真简单嘛。你美国家己国防部家己去买武器，家己顾台湾嘛。美国吼、哦、也拖啦，安怎拖啊？伊若拖愈慢哦，伊的负担愈少啦。啊那无阿多拖哦，到落尾啊，伊就害啦。因为咱即马伫甲逼，咱用法律伫甲逼咧，逼甲伊唔知要安怎呢？啥啦？真简单啦、啊，国防你爱负担啊。咱若拢免买武器，啊咱免做兵。税金拢免缴，够伊啊！台湾唔知偌好咧，是不是？安尼，我来后节课再来讲，因为这个课是啥物人的课？哦，陈金的哦，金融商的课，哦，伊足好讲的。啊，我这个明仔载要搁有课，哦，啊，明仔载再过来讲，谢谢。起立，立正，今日请坐，休困十分钟哦。
来，各位学员请就坐哈。今日立正，今日请坐。各位同学哈，今日呢由我来甲各位介绍一下哈。这个有一些疑点，可能不十分的清楚哈。我徛伫较实务的角度哈，来甲各位解说哈。来下一页，助证，来，下一步。我首先要甲各位呢报告哈。李登辉先生哦，有一个两国论对吧？哦。陈清龙先生啊，也有两国论，而且嘛，赶快哦，某特殊国与国的关系哦，哦，跟李登辉先生讲拢赶快，不过讲的国家无赶快哈，来下一页，好、哦，某两国论哦，哈、哦，哎，来下一页，啊，这是台湾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地图哈，啊，下一页。啊、哦，咱用这个三角形框框啊，给伊框起来哈、哦。来下一页。那么台澎地区呢，总共哈、哦，包括这就是咱林秘书长都正甲各位讲的 ，People on Taiwan， 就是包括流亡中国人加上本土台湾人的总人数哈，23170321哈。下一页。啊嘛，流亡中国人呢，估计起来哈，这我都精精确计算，大概差不多200万左右了哈。那么本土台湾人呢，差不多200万了哈，加起来2300万。下一页。那么流亡中国人呢，咱现在要用这三角口呢，因为流亡中国人拢徛伫面顶，啊、哦，这咱大家拢正人知哈、哦。这个流亡中国人呢，那不是做军的、做工的，无做教员哈。哦那么这里面都插一丝丝啊的这个本土台湾人、哦、做一个象征性、哦、那么这些人呢基本上说起来都做管理工作了没在做基层的、哦、你敢不看那个较基层的人呢流亡中国人在做的我不敢说都中没了可能真少了、哦、真少那么这些人位居高层都在领高薪甚至领18%、哦、甚至领退休金的都在吃烂、哦、这些呢所以呢，咱讲伊这个是徛伫这个三角形的顶端啊、哦。那么下骹这2300万的人呢，拢在供应的，负责供应啊、哦。咱趁钱又负责抽税啊。啊、哦，下一页。那么这个两国论呢，对李登辉这名给照过来了哈、哦。其实内容无啥讲。下一页。这个咱这三角形内底呢，咱称呼伊叫做中华民国的人啊、哦。下一页。这个中华民国的人呢？这个叫做流亡中国人，这是实质的哈，这是外表的名称啊。那么，这叫做蒋氏统治的权贵集团哈，政经利益的剥削者啊。大部分呢，拢有外国的利卡哦，啊，嘛有公民权的哈。啊，意思是讲，会当能捞就捞啊，哈，随时都是要准备要走的哈。这样呢，你注意解看是不是安尼哈？下一页。啊，下骹呢，咱称呼叫做台湾国的人，因为无啥物好的名称啦，哈、啊，所以叫做台湾国。不过这国也无成立啦，哈、啊，也无成立。那么这样的身份呢，都差不多有85%的人啦，哈、啊。那么伫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投降迄天开始呢，甲伊的后代，哈、啊，甲这本土台湾人的后代呢，这些拢都是政治受到压迫、经济受到剥削的人。这都是要做台湾国啊、哦，这一页。所以呢，咱这边咱看出来，什么叫做两国论呢？哈、哦，面顶只一国啊，下骹一国啊，哦啊，所以呢，这个中华民国咧下骹叫台湾国啊，最后做两国论嘛，哈、哦哦。那么，咱这边把这个台湾的情形呢，做一个简单啊，用牧场来做解释哈、哦，应该较适当啊。这牧场呢，叫有一个叫做牧羊人，这拢是伊的牛羊。对不？哦，下一页。那么这中华民国就是牧羊人，哦。那么下骹这台湾国就是牛甲羊啦，哦。那么这牧羊人呢，伊逐工的工课呢，就是来挤牛奶。恁逐工有去用挤牛奶无？无啊，敢有？
吼、哦，我恁大家拢牛咧啊！哦，这就逐工吼，你若经过高速公路，甲你抽一丝啊，停车就甲抽一丝啊，吼、哦！啊，你啊都笨手，嘛甲你抽对吧？水嘛甲你抽，大行抽吼、哦，所以天天挤牛奶啊、哦，这啊都各种税费，逐工都咧甲你收哈、哦。啊，过来，这里啊做每年报缴所得税的时候，还要做剪羊毛啦，因为咱都牛甲羊嘛，啊，迄、那个绵羊毛吼、哦，一年加一遍对吧？哦，所以咱。规年通天，就是要等即次好啊，甲你加哦，叫做剪羊毛哈、哦。啊，咱遮啊做遮牛羊，台湾国的人哈、哦，你若要食水哈、哦，啊，甲要食草哈，恁、哦、家己想办法。我中华民国对你无义务，对不？我的这个啊做上重要工课，就是甲恁抽哦，甲你抽，互你无钱啊、哦，这是我中华民国爱做的代志哈。所以呢。咱这个两国论就是安尼形成，一个叫做牧羊人迄国，一个叫做牛羊迄国、哦、所以呢，咱呢在座的人呢，拢总是牛羊、哦、那么即卖过来讲，咱这个下骹这个，稍等下前一页哈、哦，这个下骹这个啊做啊台湾国的人呢，啊，佫分做两款人，哦，这就足奇怪的代志。这个顶面即过这个这个土色的哈。哦这个呢，家己无承认伊是台湾国的人哦，伊本来是牛羊哦，也唔过伊无承认伊是牛羊哦，伊讲哦，我无咯，我是中华民国的人，我是牧羊人嘞，哦，那么伊的这个牛甲羊四脚落地了，哎呀，牧羊犬哦，嘛四脚落地，也唔过披上一件外衣哦，披上一件外衣就变成牧羊犬了啊、哦，这牧羊犬呢，其实本质是投机性的牛羊，遐较好康，所以就。穿一件衫跳过那边、哦、变做投机性的牛羊啊，假扮牧羊犬、哦啊、本质是台湾人哦，也不过伊无认承认伊是本土台湾人、哦、所以呢，伊为着政治的这个利益呢，去背叛伊家己的族群、哦、那么这牧羊犬呢，咱称呼它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哈、哦。这详细解说，咱郭牧师会甲咱解说哈、哦，就是讲这个被害者呢。不但吼、哦、无去对抗加害者，是反倒转来，搁去帮助迄个加害者。各位有了解无？我是被害者，也毋过呢，我无去对抗迄个啊做加害者，我反倒转来搁去帮助伊，搁转来欺负这个加害者，啊是被害者，安了解无？所以呢，咱各位甲知影咱即摆台湾的这个所在有啥物款的人是即号的人物无？郭佩雄是无？哦，还有王金平对吧？哈，我连战吼，丁丁吼，足济对吧？哈，遐后日吼，咱家发身份证的时候，咱家发伊是中国人，哈、哦，所以就无参政的权利，哈、哦，即咱爱记哩这代志，哈、哦，啊，即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人呢，咱袂使互伊逐工拢咧过年啊，对不？六十多年来，伊嘛咧过年，咱即摆国家变作台湾民政府要继续过年，咱台湾那么多专门的鼓励做牧羊犬，对不？安尼袂使，无公义，对不？啊，这就是甲各位讲这个陈清龙的两国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啊，就是这个意思哈、啊。好，接下来哈、啊，来下一页，这个美国军政府甲台湾民政府的关系，我直接阁简单甲各位做一个解说哈、啊，你可能会更加清楚哈。啊这个美国军政府哈 ，USMG 哈，伫台湾哈，这个目前呢要播出来哈、啊。我各位讲呢，我的看法是安尼。咱即卖呢，伫林秘书长的这个法理论述的这个主张之下呢，其实咱甲台湾民政府先甲成立啦，咱倒头做，咱先成立台湾民政府自发性成立，然后呢，才要来叫美国军政府跟出来啦。咱了解意思无？哦，咱是倒头做哈，那、哦、其他世界各国的惯例，拢是军政府先成立，下骹才民政府，咱是倒头做哦。咱知影法律，所以咱会使啥物所在安那做拢会使，倒头做从安尼做拢会使哈，因为咱拢有法度达到目标哈、哦。那么这美国军政府呢，是美国总统任命的哈、哦。那么咱台湾民政府呢，是美国军政府的下骹一个部门啊、哦。那么这个分工要安那分呢？美国军政府呢负责做国防甲外交，即就是林秘书长拄则有甲咱解说。国防的部分，你要保护我安全啊，所以咱毋免做兵。哦，外交的部分呢，嘛是美国军政府负责的。
那么这个外交的部分呢，咱甲各位讲，咱台湾不是一天到晚讲要加入联合国，要加入 WHO 对吧？哎呦，啊这美国军政府呢，恢复在台湾的亲自占领呢，啊咱都当然都加入这个国际组织啦、啊，变成联合国的会员啊。不过美国是会员，咱是副会员，知无？哦，啊，你都加入了嘛？啊 ，WHO 呢？嗯，啊，美国本来就 WHO 正会员，咱当然嘛副会员。所以咱以后咱的国务院内底呢，啊，拜爱有一个驻联合国大使，啊，了解意思无？哦，咱是副会员，对美国后壁行啦。啊，不过咱拢有参加哦，所以加入这个做国际组织的，对咱来讲这上简单的啊，那有比这个较简单啊、哦？那么除了国防甲外交以外呢，叫做民政，吼、哦，这是战争法内底规定，吼、哦。这个民政的这个管理呢，统统委托台湾民政府来处理，安尼了解无？所以咱的台湾民政府将来呢，国防甲外交无管理话，剩的拢咱家己管，交通、教育，这个啊做人民的福利，什么健保，什么咱拢爱管，吼、哦。所以将来需要真济人来帮忙，吼、哦。这民政府下骹，吼、哦，再过去拆做三个，吼、哦。一个是咱将来的国会，一个是哎呦，咱即摆也无国咧，咱即摆袂使讲咱台湾是一国咧，因为咱即摆无国啊。啊，毋过名称要叫啥？叫 Congress 啊。啊，暂时用这个名，啊，拜适当的名，无要紧，会使搁另外好哈。啊，另外一个叫国务院，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司法的部分哈、啊。所以咱大概嘛是三权分立，全世界无人五权分立的迄片的啊。你啊，做邦安院啦，迄专门都无效的哈。啊那么国务院内底呢，再过去分这个内阁哈，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州政府的部分哈、啊。各位要了解咧，州政府甲州议会呢，伊嘛是一个政府哦。希望将来哈、啊，咱这个六州呢，即有六州哈、啊，这个六州呢，这个将来州要有州宪法咯、哦，甲美国同款咯哈。所以嘛，定义一个 state 就是国家哈、啊，就定义是国家啊，同款国防甲外交咱无管俩啊。那么台湾呢，照美国这边的呢，甲咱的这个协商呢，现在台美国甲咱只是讲分做六州啦，哈，大概这个图大概看啦，金门、马祖、地外迄中华民国的领土，残余领土啊。那么剩的这个啊，做台湾的这个地区哈，台澎地区呢分做六州，台北州包括这的，那么台中州这大哈、啊，那么高雄州啊，这是对这个家人一直甲这个啊做华甲台东哈、啊，这是东边哦、啊，这是。宜兰州哈，那么另外呢，有一个叫做原住民的这个较济地区呢，即个拢总爱挂出来啊。以后有一个原住民行政区，我来负责来管啊，因为伊的文化咱来甲保存哈、啊。所以这个原住民行政区伫各州内底拢总有，应该有28个乡镇啦哈，是原住民行政区哈、啊。那么平湖州伫遮哈，那么这是以前，无紧下一页。这个已经有做起吼，但是这个所在呢有些无同款，这新竹呢是挂，这个所在呢是挂伫台北州哈。这个另外呢，这个台北县内底随风相克甲共寮呢，因为基隆市呢甲宜兰呢无相连，所以要甲这三个这个乡镇呢，甲挂予基隆市，哦，啊基隆市扩大了后呢，规个东海岸哈，通通是。宜兰州呢负责管理哈、哦，那么这六州是安那分的呢？就是每一州拢爱有飞机场，每一州拢爱有港口。将来万一呐有必要发生战争的时候，每一州家己爱我都照顾家己的。哦，就是讲家己每一州拢有自卫队啊。哦，所以你也看咱的这个咱的这个组织内底呢，内底有一个自卫大臣哈。哦自卫队啊，就是每一州呢，家己上少爱有法度保护家己，所以咱用海空军为主，唔是陆军为主啊，是海空军呢。然后呢，每一州爱有法度保护家己啊，顾家己的这个叫做领土哈。下一页。那么我把这个人口数呢，按照咱这个国务院所规划资料呢，小可甲算出来了呢，发觉呢，台北州呢上一人，哦，上一人哈。这里啊，做考考啊，第一名，这第二名，哦，来下一页。然后呢，我把这个图再简单的做一下啊、哦，台北州的人口呢，占台湾澎湖人口差不多41%了哈、哦。那么台中州呢，占22%哈、哦，澎湖州上少0.4%，所以澎湖州跟台北州相比1:100，
哦，一比一百哈。那么原住民行政区呢，伊这人那嘛是家列出来哈，伊差不多二十一万人哈，所以这原住民行政区呢，分散在各个州里面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原住民行政区要来处理啊，因为伊的文化无同款。那么把这台北州提出来了呢，台湾的台澎的面积36000平方公里哈，台北州有5000平方公里，比例14%，而且咧做人口呢。940万，占差不多41%哈，所以这是一个真复杂的地区哈，真复杂的地区。将来台北州呢，要处理这流亡中国人的内底哈，要真慎重啦哈，要真小心啦哈。所以，台北这边呢，号称中国城嘛哈，中国城，所以这个部分呢较麻烦哈。这个台北州的州政府内底，这配合中央哈，我那个30个来过啦哈。即各位有看到无？这里才有一个自卫厅，有无？哦，有一个自卫厅哈，警政厅、自卫厅哈，这自卫就是哦，家己要有军队啦，哦，像日本的自卫队同款啦哈。所以各州拢总有自卫部队啦哈。另外，这是这个台北州下骹呢，要阁有11个军啦哈，11个军，一区11个军啦哈。下一页啊，这里、另外这个州议会的部分呢，同款哈，配合中央。这个有参议会甲众议会哈，因为毕竟伊嘛是一个政府组织的，所以嘛是要有监督单位啦哈。那么台北州的这个民政治理的部分呢，拄则讲起的人口甲这个范围偌大哈，但是呢，实际上咱也真清楚，咱即摆台湾民政府呢，其实讲起来咱无啥物主动权啦，主动权就伫美国啦哈。美国人讲话明仔载军政府实施哈，咱明仔载就是台湾民政府就对咧。对你做工课嘛哈，啊伊若一定唔来吼，咱就无伊个法的哈，啊所以这个林秘书长呢，即卖想办法要搁加告，搁加告的意思就是讲搁加促进一下哈，啊看会较紧来无哈，赶紧结束台湾的这个苦难的日子哈，啊所以咱即卖唯一的当做的代志就是赶紧直直设想，直直准备啦哈，所以一直在准备啦哈，准备讲这个美国军政府赶紧来哈。过来，这个较详细讲起来，台北市、台北县、澎县、甲新竹县市呢，这都是将来台北州的范围哈。那么台北市呢，将来分作东西南北区，其中有一区啊叫做艋舺，大概是西区啦哈。那么台北县呢，将来呢分作5郡哈，澎县呢分作2郡，新竹县市分作4郡，所以后壁这个、台北州呢有一区11郡哈。新竹县市其中一个爱叫做竹山哈，其他的名。这个由各州，由台北州的这个议会哈，参议会呢，大家来协商，要安那来挂迄个地界哈，迄、那个郡的这个地界，迄爱过来分开哈、哦。所以呢，将来呢，咱会当了解呢，民政府接手了后呢，这个名称呢，这拢通无去啊，剩一个台北市啊留咧尔。以后台北市，台北州下口有一市11郡，迄11郡的名称呢，爱甲参议会吼，啊，过来研究吼、哦，要叫做啥物郡？要叫第一郡、第二郡、第三郡，一个德善郡，一个叫做艋舺区吼，遐住啊咧，要叫做啥物郡？大家使来共同协商吼、哦。这内阁的部分拄则已经看过啊吼、哦，就是讲伫州内底呢，这叫做厅长啦吼、哦，啊，若伫这个。中央呢叫做大臣啦哈，就叫做部长啦哈。来下一页，过来。这区内底呢，咱即卖是咧算这个参议员哈，就是讲台北州的参议员是，迄名也是安那算出来，都照现有的这个区啦、乡镇哈，算名也。譬如讲，这个叫做万华区，爱出一名。但是不是万花区的人要出一名，各位听有无？咱算人数，无咧算迄个出身，一定爱万花区啦，吼、哦。安尼各位了解吼？即共款吼，把即、這个是通关吼，拄则讲过讲，即、這个原民乡咧吼，原住民乡咧，即、這個、福兴乡咧，即爱挂号原民区吼、哦。即、這个新竹县尖石乡、五峰乡吼，也爱挂号原民区吼。哦啊，所以遮人口拢甲挂出来了后呢，安尼就算出来呢，就知影讲有940万是台北州的人啊、哦。好，下一页。这台北州即摆咧做啥呢？就是要招，较同款拢爱招人嘛，啊，大家都惊国民党秋后算账啊、哦，所以有真侪丢毒的哈、哦。那么，
这个条件呢，其实讲起来，其实是无什么条件，上重要有本土台湾人吼，台湾心就会使哦。哎，下一页。啊，这个一方面要来准备这个发身份证的工作哈、哦。各位要知道哈、哦，台湾人民呢等于台湾公民，叫台湾居民。台湾公民是啥呢？本土台湾人。用什么做证据呢？用你的户籍成本做证据哈。哦就是讲，1945年日本天皇投降的时候呢，后壁呈递降书，迄天呢是1945年的9月7日。9月7日迄天，那是本土台湾人的吼，伊的后代就是本土台湾人，自然就是台湾的公民，就发台湾公民身份证啊。那么这就是这个身份证的申请表，这其实拢规划好啊哈。啊，再有一个身份证的样式，啊，这个黄色的部分呢，就是要输入电脑的哈。啊，这嘛要输入电脑，所以各位摕到这个台湾公民的身份证了呢，将来呢直接会使去美国，一天去五遍，出来五遍拢会使，因为电脑拢甲你设计好啊，所以这个身份证呢，甲落个遐票就入去啊，啊这倒出来票就倒出来，内底拢记录好啊，啊，这就是咱有在进行的哈、啊，过来，好、哦，啊这个身份证的样张你可能也毋捌看过哈，啊这规划出来差不多是类似安尼啊，也较即地无样啦哈，即地无样哈。但原则上呢，看起来差不多是安尼哈，这就是咱的未来的身份证哈、哦，台湾公民身份证啊。啊，唔过陈立业，啊，这台湾身份证，即摆你甲看起来拢分袂出来，台湾公民身份证甲台湾居民身份证看起来外观拢同款啦哈。啊，结果差伫对，你知无？差伫遮，遮右边遮有一个 class， 这个减写一个 W 啦哈，但是。批出来，你啊批做 TW 的，就是本土台湾人。啊，外国看起来拢同款，哦。啊，那是中国人呢，流亡在台的中国人呢，才叫做 CE 啦。CEC 就是 Chinese， 就是中国嘛。哎，哎，好、哦，无紧，会使改进，系会使改进，系无紧，系系系系。啊，这个，所以咱的分区分，敢那伫这个内底内码区分啦，哈、哦，无注意看，那个台湾居民身份证跟台湾公民身份证看起来拢同款，哦，啊，其实是无同的。反倒等下讲美国那边来看到这，咱这是 Class TW 的哈、哦，就是直接给你登印了，你就去美国了。啊，这个过渡时期呢，台湾的身份证加中华民国的护照，哈、哦，是安尼啦。啊，过来中华民国护照取消掉，你干呐提这张就使去美国啊？也唔过未使去别国哦。哦，你就爱个申请一个护照，啊，了解无？才使去别国。啊，你护照有啥物好处呢？有美国啦，甲全世界哦，130国家吼，哪有互惠免签证的哦？咱拢对美国，啊，你赶快提护照嘛，就互惠免签证，啊，了解意思无？啊，所以迄个护照将来也嘛还佫足有作用哈。啊，唔过这张进出美国。绝对是有效的，真方便哈、哦。因为咱即摆暂时是美国的国民，哦，这样了解哈、哦。下一页，哦，那么咱台北州的较大的特色就是这个眷村啦、啊、哈，这个流亡中国人较侪嘛、哦。各位呢一定爱记得一项代志哈，眷村，咱即人叫眷村，其实国际法面顶呢叫做难民营，啊，知无？啊，竹篱笆内底遐拢难民营吼，各位一定爱记哩吼，因为国际法是认为迄是难民营吼，唔通弄错哈，伊是流亡来台湾的难民嘛，当然是难民营啊，对吧哈？啊，无那就围起来，啊，啊嘛，这个 USMG 呢，就是讲美国军政府来台的时候呢，有可能会造成社会上一挂心理上的恐慌啦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咱要有一挂对策哈，那么。另外一项代志就是讲，我是伫想啦，是毋是爱征用媒体，哦，还是讲咱家己设一寡媒体哈、哦，然后宣传台湾民政府叫各位老百姓你免烦恼啊，这是真正常诶，台湾人呢，本土台湾人呢受到美国军政府的保护，所以恁请恁放心，无啥物代志啊，等等哈、哦，这可能爱宣传，过来，下一页，啊，这整。这张完了，这是那个史蒂芬样了哈，又要张 email 给大家哈。台湾省政府啊，警备总司令部哈，警备总司令部各位知影意思不？警备总司令部呢，就是军政府了，知不？
哎，头壳小练了吼，即、这个做法理论述拢有了，看都看有啊吼。即前辈总司令部呢，都、就是军政府。哦，我讲的这是六十多年前的代志啊吼，迄、哦、就是军政府哈、哦。好，啊，即甲咱发布一个戒严令哦，我则后壁讲吼，讲偷摕人的物件嘛爱枪杀啦。哦，我台湾人是有够无价值的哈，偷摕物件都爱枪杀，即后壁有写。哦，好，下一页。即、这个台湾的即戒严时间呢，总共38年吼、哦，过56天啊哈。排名第二啦，金门妈祖要搁在戒严中啦，所以咱排名第二，因第一啦哈。啊，因戒严因家己迄是正常啊，戒严咱是无理的哈、哦，无法无天哈、哦。这个各位知道，这是戒严的时间吼、哦，各位知影讲确实有证据的哈、哦。下一页，下一页，哦，这战事受田证，这已经领了哈，这领气啊。啊，这嘛是迄个做药药章吼，咱的参议员给咱的哈，这各位做参考吼。啊，这个苦哦，又搁甲台湾人搁抽一条钱去嘞，哦，啊，迄个做老贼退资金嘛，甲咱领一条钱去嘞。啊，二二八事件了嘛，叫台湾人出钱去赔二二八事件，恁弄恁台湾人可怜，恁洪大使嘛用恁的钱赔嘞哈，啊是各这后日来好好算账啊。下一页哈，啊，这简单。来甲各位讲讲，即个做独立建国吼，甲即个法理建国吼，中间到底有啥物无共款？法理建国咧，咱即摆讲诶，吼，啊伊即个独立建国咧，原则上咧，外口咧，犹阁有两派吼，因嘛是伫要做建国，啊，毋过因叫做独立建国。林秘书长拄则有甲咱解说，你台湾若敢宣布独立吼，就是对我美国宣战，吼、哦，恁知影为啥物会宣战无？你如果占领区，啊，你搁全部独立，要脱离我的控制，啊好，你既然敢脱离我的控制，啊，你就是违反我的意志，然后呢，你就是搞违纪，所以我就甲你抬，哦，所以台湾无宣布独立的条件，吼、哦，这点咱来真清楚哈、哦。那么我甲这个民进党哈，这个独立建国论哈，甲咱这个来做一个比较哈、哦，简单一点哈、哦，下一页，朱正雄，啊。先讲无共，先讲小共前一页，小共的部分吼、哦，咱拢共款，愿景拢共款，拢希望变作台湾，是一个国际社会承认的国家，拢会当加入联合国吼、哦，这拢总是，无论是独立建国，还是咱的法理建国，拢共款的这个希望吼、哦。啊，手段呢嘛拢共款，咱拢和平的哈、哦，和平的，一个是用选举，一个是用。刺激美国出面来解决台湾问题，吼、哦，弄和平的，吼、哦，咱唔是举低头、举笨蛋、举这个做棍啊，吼、哦，甲这个中华民国战，吼、哦，咱无，咱读书救国就可以了，啊、哦，甲法律弄个清清楚楚，咱就知影咱该做啥，啊、哦，下一页，好，第一个无同款的部分呢，是讲，因是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选举，选了以后呢，讲要伺机改变国号啦。哦，甲中华民国呢，甲改做台湾国安尼啦吼，啊，拄则林秘书长已经讲过啊，他有迄个道理讲吼，我家己消灭我家己的吼，都毋是自杀过，哦，而且国际上是国际法是袂承认的吼，啊，咱呢做法是安那呢？咱是要遵照美国的游戏规则，哦，然后呢叫美国人出面来处理，先主敌，然后建国，哦。然后呢，这个选举这边是安那从呢？伊讲选掉了呢，我再来背叛 ROC， 因为我的明明选举的时阵要选中华民国总统了，选掉以后呢，我再甲背叛，我改做中改做台湾国的总统哦。啊，这明明是背叛嘛哈、哦，这款的伫道理上拢讲不通哈、哦。啊，台湾的咱这个法理建国论呢，较无同款。咱是讲美国，你即摆事实你也搁占领中啊！啊，你占领中，你本来你就有法理义务来解决我台湾本土台湾人的问题啊！所以呢，安尼呢，伊不得不出来处理啊！咱、哦、是用这个啊，做用因的游戏规则计算啦啊、哦！啊，美国人是安尼哦，你若讲军头要大条，要搁找美国人相拍哦，伊嘛甲你拍。啊，你若计讲道理，伊就甲你讲道理。啊，毋过伊讲输，讲输就好办代志啊！哈、哦，伊就会照去工作啊！哦好，下一页。这个独立建国论啊，跟法理建国论要够无同款。第二，嘛甲这个流亡中华民国中籍人啊，伊要靠台湾的住民，就是两种人哈、啊，就是流亡中国人甲本土台湾人呢，伊希望讲选举选掉了后呢，再来甲中华民国甲中籍啊。
一万哈。啊，咱这个法理建国论呢，不是安尼，咱就是叫巧巧妙妙的叫美国人，你竟然出来给咱解决啊、哦？那么用这种方法来处理哈、哦，这就是咱。我一直强调讲，咱这个和平手段，而且咱真巧，咱是用头壳个，咱是读书的啊，读书咧救国啊，啊，所以讲起来，咱的风险足低啊，啊，咱唔免去行街头，啊，上重一个，咱台本土台湾人呢，咱一定爱记哩啊，咱是拢足心思的啊，咱是讲道理的，咱无得介意得声扫歹啊，那么用这个方法呢来处理，美国人嘛真尊重咱。啊，咱教育的游戏规则，咱不是家己自创规则哈。咱真侪这独派，譬如讲，我简单讲讲，这独派还佫有两派哈、啊。一派就是讲主张人民主权的哈、啊，就是讲拢共款，拢是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二 B 哦、啊，即所谓台湾即卖论述的拢对接出来。那么二 B 其中一派拼命命的，就讲啊，既然日本放弃台湾配合这个主权啊，安尼主权当然跳来伫老百姓的手头啊，叫做人民主权吼、哦。啊，这是拄只林秘书长嘛，甲各位讲起是未通的吼，你、哦、无可能政迄、那个主权啊，国家的主权啊，忽然间伫人民呀、啊，忽然间伫政府呀、啊，也不忽然间佫无去，中断一段时间，突然失踪去吼，然后忽然间佫出现，啊，无可能。迄、那个主权、既然甲创设吼，都一直继续，绝对袂无去吼。除非条约，吼啊无，绝对还阁存在吼。所以咱台湾的主权还阁存在，伫这个空中伫咧飞啦，伫咧飞。啊，咱即摆爱去甲掠落来。啊，啥叫啥物人掠呢？咱叫美国人去甲掠落来安尼啦。哦，所以这个做法较无共款吼。啊，这个另外一派这个。这个独立建国论来底讲，嗯啊，旧金山合约二 B 讲日本放弃台湾主权了，啊，主权走倒去，嗯啊，都主动联合国托管的，哦，各位出去外口一定会听到这两个论述，一个讲人民主权，一个讲联合国托管论哈、哦，啊，我甲各位讲，联合国宪章107条早就排除联合国介入台湾问题啊，哦，联合国的宪章107条的时阵就讲。二次世界大战所发生的这个啊，做敌国哈，啊，这个联合国绝对无要介入，绝对无要去讲终止、取消这个啊，做战胜国啦、征服者的权利哦，拢都无资格。所以呢，哪得讲联合国托管论这些人呢，那拄到这条拢都破功啊、哦，所以是完全无效的话哈、哦。那么因为一直无出来，我一直转袂落呀哈，所以呢，还够有时间无？啊好，您请说。哎嗨哎，请说。是的，是的。每次的背景嘛，会惊到我，一定要政权要和平转移。那不晓得美国有没有很一套很严密的一种配套措施？嗯、如果真的2012年政权转移的时候，那些软被安弄，一定要一个很严密的配套措施吧？阿庆、啊，不好意思，谢谢。刚刚那个林秘书长跟我们乐观的估计呢，第一，2012年的总统跟立法委员大选呢，恐怕不会选。不过各位哈，我恐怕不会选了。那美国嘛，知影这代志愈算愈惨嘛，哈。也唔过呢，要注意的代志呢，这个啊，若无选呢，美国军政府阁无入啊，安尼会发生什么代志？马英九继续阁做，啊，所以这嘛是问题哈、啊。不过，所以这中间呢，大家要去思考哈、啊。另外一个问题呢，这个和平转移，拄只林秘书长嘛有甲各位报告过讲，其实咱是甲美国军政府爱政权。咱唔是甲中华民国爱政权，所以咱甲伊中间没有冲突，讲无冲突嘛无影啦，对唔对？直接冲突就是间接冲突啦吼，啊间接冲突较无遐严重啦吼，啊因为有美国伫后壁做咱的这个啊做靠山呢，所以理论上较无问题。搁一个问题就是讲，美国呢其实咧是全世界啦，定定伫协助人建国啦，对无？伊是咪定定协助人建国？啊，咱台湾人唔捌见过过啦，哦，啊，所以呢，迄、那个有经验诶，指导咱即个无经验诶，我相信较顺利啦，哦，啊，所以一定来伫共建国，我相信哦，伊嘛有成功诶经验，伊嘛有失败诶经验嘛，吼、哦，啊，失败诶经验卖阁摕来遮用，哦，啊，成功诶经验拢摕来遮用，所以我想应该是无问题啦。不过，
是不是一定没问题，我也不敢说，是吧？啊，不知道，现在可能这个国务院的系统呢，反正我们这个现有的这个流亡中国呢，可能每年都有去进贡，哦，啊，所以那些人在想，咦，啊，这些如果拿不到呢，中断了，后来要在哪里接续，对吧？啊，找另外的裁员，我不知道啦，这有公关费、游说费，你知道吗？哦，这中华民国一年嘛，开几啊百万的美金在去美国的华盛顿 DC 去啊游说，啊，游说当然要上列上级嘛，哦，啊，所以我相信这是可能冇影响啦，哈，哦。哎，时间敢要有，哎呦嘛，差不多啊。啊，各位有问题吧？啊，哎，啊，各位，恁有问题吧？哎，就，影响一定有，啊，但我相信是无大，因为咱台湾若乱，美国嘛是无民主啊。系。哦，啊，即摆过来，咱林秘书长的策略呢，佫甲纠日本入来，对哇吼，啊，纠起就来帮助咱吼，啊，即拢是真好的想法吼，大家乐观其成吼，啊，各位呢要特别注意吼，即个中间会小可做一下转变吼，就是讲社会人心有一寡转变啊，难免有恐慌嘛，因为对未来吼没有办法即个十分的掌握嘛吼。哦，啊，无快速前进，开始。下一页，过来，过来，过来，哎，过来，过来，过来，哎，过来，好，前一页好。这个选举的物件呢，拄只秘书长有秘书长有甲咱讲吼，选举的物件呢，真歹讲，无选出来也唔知啊、哦。所以讲上温良尊师，无人敢讲啊、哦。啊，因为这中间冒真侪作秀的所在啊、哦。那么。这个独立建国论就是讲，这个民进党伊即摆那是掌握政权，因要处理流亡的中国人，有可能无？我跟你讲，无可能啊！因为中华民国总统是两款人选出来，他有可能选掉以后，专门来处理其中一款人，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嘛？啊，那迄款人敢袂抗议啊？啊，迄、那个做两千年的时候，阿扁啊选掉总统的时候，连战水伫迄个凯道遐，迄、那个做宣传车面顶讲阿扁窃国，哇！你有注意听无？窃国是什么意思？窃国就是我刚才讲陈清龙的两国论在讲的嘛。你阿扁啊，你是台湾国的人，啊，你哪会使跳过高走来阮中华民国做阮中华民国的总统？你可是明明偷窃我的国家嘛，对不？窃国就是这个意思嘛，哦、所以咱要讲清楚哈、哦。人在讲窃国，拢在甲咱讲啊，你都唔是阮国家的人，恁甲我划清界限。我中华民国是阮中华民国，恁台湾国是恁台湾国，啊，你哪会使跳过高来，对吧？迄就是窃国的意思哦，所以大家要讲清楚哈、哦。啊，这个流亡的中国的人，诶，人的特权哦，咱是无度去甲清楚。往这个民进党的方式是绝对无的，意思讲转型正义，咱唔免帮伊啊啦，哦那么在台的中国人会反扑哦，哦，那是照因这个民进党的处理方法呢，绝对反扑，对不？因为两千年都不一遍了嘛，哈、哦，啊，好，啊，咱这伊会反扑不？你做你反扑，美国军政府给咱靠，咱绝对给你啊，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啊、哦，所以咱唔免惊伊反扑，啊，豆瓣哈、哦，豆瓣那是以这个独立建国论的人底下的处理哈，哦那个迄、那个啊，做连战啊，丁丁云家什么红三叉吼，出来底下创的时候，咱台湾人流血。啊，即卖呐往咱这头来处理呢，中国人流血，流亡的中国人流血，对吧？所以你看多一个较优秀，当然嘛，咱较聪明，林秘书长上聪明，对吧？好，下一页哈，啊，这是台湾的危险性。你要知独立建国论的呐，画独立哈，这有足济世界的哈，你随便画独立啊，你会去用侵占哦，用入侵哦，啊，中国可能会入侵。哦、啊，华理建国论呢？咱后边美国荷兰口呢？美国是全世界上大强权，所以三人敢打台湾，就是打美国，所以美国都好好看啊，所以咱相对安全啊、哦。啊，专营正义呢？那是叫民进党是绝对无可能啊，变做八年都无可能啊，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啊、哦。啊，咱这个方法呢，绝对彻底实施。第一件代志，先把人分开，中国人、本土台湾人清清楚楚，本土台湾人才会使参政。中国人你在旁边休困，啊，让我们通知，
啊，咱对伊较有礼貌，因为伊较早是通敌，伊是刘邦的中国人，你会记得哦？刘邦中国人是占领方哦，啊，咱是被占领方哦，啊，所以你嘛袂使对相识的哦，吼、哦。啊，所以呢，依法办理，你袂使讲，较早你台湾祖先二二八，台湾祖先说，我即摆掠着中国人都台，安尼嘛袂使吼，禁止报复吼、哦，人道原则吼、哦。好，这里、下一页，这里、民进党的这个处理方法呢，就是讲，我按算要甲冰岛解决好这代志呢，全世界无惯例。何瑞元先生有甲咱讲讲，你若无得爱有这个。国际条约哈，明文规定，啊，若无嘛，过去发生案例，国际社会承认呢，这叫做惯例哈，嘛有这個。啊，难道咱民进党呢，要首开先河，要来创造全世界第一例吗？我想是无可能，因为道理上讲不通哈，法理上讲不通。那么，咱这个法理建国论证呢，拢根据国际法、国际惯例哈，一步一步哈，拢总完全照起哈，成功的案例哈，归堆的啦，啊。美国人甲啥物国家战过吼，啊，伊都有即款代志啦吼，啊，就是拢照即个程序来吼。台湾建国的即个过程呢，基本上啊，是四个步骤。各位看新台湾论吼，四个步骤。台湾呢 ，A、B 靠腰怎咧停伫遮无够行 ，C、D 呢无完成啦。全世界所有国家战败吼，被征服以后呢，变做恢复主权的，拢经过 A、B、C、D 四个阶段。啊，所有拢经过 A、B、C、D 完成诶，敢若咱台湾 A、B 都无啊，所以即卖叫美国军政府出来 C、D 搞完成，安尼咱就建国啊，哦，所以呢，即就是吼读册好处吼、哦。那么以即个方法呢，是毋是有可能性？我袂使讲无啦，我讲趋近于零啦，哦，咱袂使讲遐武断啦吼。啊，咱即个方法呢，哇！足紧诶，美国人哦，足惊咱个国诶，对吧？哈，伊嘛是爱照例来啊，哈，照法例来，所以咱这个方法安全可靠啊。啊，毋过呢，即摆要安那叫伊叮当哈，伊若叮当就好办代志啊哈。不过我看美国呢是一直有在叮当，只不过最后迄个牌也未掀开安尼尔啊，他一直在叮当哈。所以我嘛搞各位伫这个所在做一个报告，就是讲哈。咱的认知若正确，咱的行动若正确吼，咱一定会得到正确的结果。哦，这是咱爱有自信的吼、哦。方向若正确，都唔惊路远街吼，都要去街人，结果往南走吼、哦，啊，都要绕地球一圈啦吼，安尼伤过远啦吼。啊，所以呢，如果要去基隆，我们就往北走，它一定会到的吼、哦。时间的久长较慢吼、哦。下一页。啊，这里、以上呢，简单甲各位做这个报告吼。哦这里也许有不尽完善的地方呢，请各位多多指教哈，谢谢。今日立正，今日好，请坐。下面这时间，咱准备落来楼卡食饭哈。啊，